来打野啦，感觉可以选个奇博妹妹，还是你们想看丢花打野？哦，奇博没了，杀蛇，这伤口喷掉了，干嘛？干嘛、啊？没关系，你要看吕布打野哦，很强哦，强哦，牛逼哦。各位，随时准备好你们的666 ，Let's go baby！ 我们直接先出。消耗对手别开战，我们这么强不开战，是要玩个对，有人帮打。怎么空灰了、啊？先出这个。再派你。洗中兵，洗中兵。该刷了吧！人生苦短，你的生命更短。哎，怎么买两双鞋？傻笑！哎，傻笑！啊，那什么垃圾 bug？ 哇，毁了！我怎么有两双鞋啦？好，过分了吧？这边也要刷、啊，这边也可以吧。像我们都出两双鞋了，那就顺便吧，顺便出个冷却鞋。我是战神吕布。哎呀，真的是死不了，要怎么死啊？是，我真的想不到，想不到死的理由，太猛了，真的太猛了。哎，三啊？什么有点东西？我只有有点东西吗？我东西可多了呢。抓的是你，阿兔，想跳，跳去哪儿？睡睡，会怕、欸，不敢跟我打。没事，总有一天还是要打的。暖暖身子吧。完了，二技丢错边，换个人死啊！再出个冰炮好了，我们来留人呢、啊，不然他们都不给我留。
齐博也吃凯撒一波倒结束。就是这样。怎么是敲我？碎！来一波刀！来了，各位，我们要一波了。有没有站在里面一直砍？沦陷了，制裁，摔不了，谢谢。真的是疯狗。果然要选吕布，看多舒服，37%9杀6助攻，哎呀，18杀里面就参与了15个，真的棒，真的棒，哎，什么虐菜，巅峰赛，没让鞋子是故意的吗？我方进入英雄，这个我跟你讲，不是故意，真的是不小心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我在按，我没有打开装备栏，再买一次，是不小心戳戳，怎么变粉蓝双鞋？方进入英雄。